皮亚先生，皮亚先生，他，菊池，你怎么会在这里？我，皮亚先生，马先生真好功夫，过奖了。马先生功夫那么好，在这就埋没了，倒不如跟我，那以后有的是你表现的机会啊。皮亚先生的心意我领了，但是我不想参加任何帮派组织。 我喜欢自由，喜欢简单的活着。没事没事，男人嘛，都喜欢自由的。<笑>对了，刚刚呢，没有经过你的同意，就让你参与比赛，实在不好意思了。哎，小小礼物，不成敬意。皮亚先生，你客气了。 这里我万万不能收啊！哎哎，你听我说，你听我说，啊，马先生不收，那就怪罪我了。恭敬不如从命。马先生，今天就在这里过一晚，感受一下这里的环境，啊。别客气啊。 菊池，什么都别说，赶紧走。为什么呀？现在只有皮亚先生能帮到我。相信我，皮亚并没你想的那么简单，赶紧走。菊池，你等一下。皮亚先生的手表找到了，是马永贞偷的。你放屁！皮亚先生，皮亚先生，他，菊池。 你怎么会在这里？皮亚先生，这，真没想到你是这种人。你偷我的东西不说了，还跟我的女人不清不白的。皮亚先生，这只表明明是您送给我的呀。笑话！这块表是我来中国之前。 别动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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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哎呀！